你辛苦了。来源医学界呼吸频道，你辛苦了。在这个对犯错零容忍的行业，身处复杂的医疗环境，面对繁重的诊疗工作，还要适应频繁的医疗改革，处理好紧张的医患关系，挤出时间提高专业水平，我们感谢你的兢兢业业，心疼你的如履薄冰，所以我们成立了医生在为你一路护航。在这里你可以一报名观看系列的医学讲座，一键报名，足迹可循，各临床医学领域教授为你权威解读相关诊疗方法，直播系列课程让你和全国数百家三甲专家实时互动。二、订阅获取前沿的医学信息、社会热点、前沿进展。30个专业临床频道，4个特色医学频道，医生们只需要在临床中订阅感兴趣的频道，就可以实时了解医疗领域动态。3、交流同行关注的学术话题，实时讨论，高效交流。话题讲座直播后，各在线与领域内大咖及各路同行进行学术话题的实时交流，难解的病例、困惑的问题统统轻松解决。4、分享海报，与朋友一同学习课程，足不出户，免费学习，朋友圈分享知识快乐，让更多的朋友一同在医生站学习，获得知识的同时也有好礼相送。5、讨论行业热门的时事话题，畅所欲言，开心吐槽。每周三医吐味快栏目为您盘点最热门的医疗圈专题，无论是情感抒发还是激情吐槽，我们欢迎您走出困境，一起快乐。6、刷题各类医学资格证考试题库助力考试，职称晋升。该题库覆盖初中高级卫生职业资格考试、一级职业资格考试、住院规培结业考核、临床三基、顶级考核、医用设备能力考评、卫生系统招聘考试等科目。海量题库，准确把握命题方向，重点攻克考试难题。已经有160万实名认证的医生在这里共同进步，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。如何下载医生站？按住图中二维码3秒钟，识别二维码后，按提示步骤下载并安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